KTV 就最讨厌这种人了嘛，说要合音，然后给人家乱合，然后一直飙高音。哎 ，Sakino 唱的多好，你在后面那个哈最高音那个再来一次，来，真的，哈。真的会唱的，哎，你真的厉害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洗刷掉。我可以升到经理了吗？我可以不要再吃分身了吗？可以当少爷吗？你现在可以升到领班了。我领班，领班了，领班了。超大哥也要来一首吧？真的吗？超大哥，你都没唱，你是来这边？哎，对呀，你是蔡小虎的朋友。不会啊，问题是你们那个歌都太新了，我们没办法唱。没有，我们会帮您点那个。我帮你点 KTV 什么都有那个嘛。超大哥，我跟你讲，梨花嘞，闽江夜曲，闽江夜曲，往事只能回味。评剧，评剧，夜上海，夜上海，评剧啊，好不好？这还太新了吧？啊，我知道，阿爸点评剧好了，我点评剧是这样。038038，前面有一个，前面有那个吹口哨嘛？对，特殊的乐器，吹口哨哦，前面。来，大家一起吹。来，你第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干。哎，你怎么没有在吹？好，给你吹。曹大哥 solo， 再一次。再一次，好，来 solo， 曹大哥 solo。曹大哥，你在吃面吗？你吹你看到，你怎么老叫我吹？哎，哦，原来是阿里老师在吹，阿里老师在吹，阿里老师在乱吹。我想问，吹口哨那么准？好了，真的啦，我最喜欢看你吹口哨，看你吹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只要吹口哨就呗，开始。口哨对嘴好难哦、喔欸。其实很多人不会吹口哨，不是只有我，真的很多人。有吗？谁？我也蔡小虎。你看你吹一下。我吹的不是这一种。哎、欸，你也不会吹口哨，你要找到第二个不会吹口哨的人了。你吹，哎、欸、妈，你吹哪一种？我是吹长笛的那一种。哦，比较细的那种呗。吹口琴的那一种。吹口琴的。我是都吹董箫啦。喂，董箫对不对？对啊。哦。他也懂那个箫啦。不要乱想。哎，好了，曹大哥真的帮他点一首八零年代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这个经典，八零年代的，哇，哪一首？哎，八零年代那将要歌本哦，因为电脑里面没有。好好好，对，而且以前曹大哥他们在唱的时候的那个时代，曹大哥你还记得吗？以前有一种那种推车式的，有没有？哦，拉的没有？你唱完了之后他会评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讲，现在点这个歌还是更那个，我们还以前更早了。哎呦，还有什么更早的？让那欢笑伴我度过青春好时光。我为青春欢唱。对，哦，哎呦 ，Sakino 你居然知道哎，为青春欢唱。哎呦，这个是部落结婚的时候必唱的歌曲、啊。哦，难怪。那个蓝心湄那一首，农家摇滚 ，Go Disco Day， 让我躲在黑夜里。掉下来，粉红内裤掉下来，让我们看着秀气穿三件不洗的内裤。喂。